人长不完。今天的备整对象是小幼玉丫头，制作单位以录制新单元奇人异事大搜查为由，告诉来宾节目邀请到一位大陆的自己发电大师，医治过无数名人，难得邀请上节目免费来为来宾医治。为了取信来宾，特别借来魔术道具，请大师发电神功更加传奇，更加真实。在大家精彩演出被电疗的过程后，轮到被整对象时，贾大师会拿出秘密道具让他们满场尖叫。当然还有更精彩的安排，录影现场会出现不速之客打断录影，气氛紧张。除了贾的电疗大师之外，还有什么人会加入整人的行列呢？整人整不完，贾特异功能大师上场喽。六岁就学了？对啊，好强哦。大师不是六岁？哇，杨仁国很有名哎。谁？杨仁国很有名啊。大家好，我是来自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系博士班的严浩，我的主修是历史，当然也不是什么所谓的气功大师，但我今天就是要拿我中西医结合的传统所谓的天才的气功来整一整我们今天的嘉宾，相信我，我一定要让他以为我真的就是那电流大师。来，录影。治疗。没完没了，奇人异事大搜查。那真的是大有来头啊！可以借由我们气功发力，用气功将电流传到病人身上。气功是我们中国人最神奇的一个功，不得了。其实我们以前综艺节目大概就做有没有？有些人还吃土，有没有？有吃泥巴过日子的，有人还吃灯泡的，吃灯泡的，吃卫生纸，吃铁钉的，吃玻璃，但今天这个不一样啊，都不一样。我们好好介绍这个是电疗大师严浩。他是呢，这个继承他的师傅叫陈华顺，电问的师傅，对，头发非常的滑顺，而且呢是跟着那个叫什么活佛，杨玉活佛调教出来，掌声欢迎我们的字体突变大师。没想到看你身材比较瘦弱哦。对对对，因为我有活佛加持，是除了日语洋活佛之外，我还有哲不尊丹巴呼图克图以及张家呼图克图，内外蒙古两大活佛传授我无上瑜伽秘法，让我念了108000遍马头明王咒、不动明王咒还有孔雀明王咒，终于打通我的任督二脉，让我中西医结合，形成了我的电疗特服。中西医对，将中华传统文化以及西方现代科技相结合，形成我体内的真气，将它转化为电能。你知道我治疗过多少人吗？多少人？远的不说，最近那个洪荒妹听过吗？我都打到洪荒之力了！好满意，我很满意，好有戏剧效果。他也被你打过，对，拿了世界的铜牌啊！六月份时，他腰膝酸软抽筋了，仰泳的时候也就不能动，知道吗？当时大陆他们的总教练是特别请我到水立方去给他施工治疗，终于我得到我的洪荒之力了。终于继续为华人挣了一套。他的洪荒之力是这样搞的，因为他外号叫洪荒嘛。对，洪荒。太感人了，厉害。而下礼拜还要去治疗你们台湾那个叫什么？打棒球杨代刚。下个月还有那谁陈伟英也是跟我预约了，叫我下个月去美国迈阿密找他，跟他做半个小时的理疗。哇，大师不讲到这里，大师薛海了。我这个人比较低调，大家知道就可以了，不要乱说。那你都说出来了。对对，好，待会各位了，如果你哪里有不舒服，哪里有需要靠大师呢来帮你做加持的话，你若感觉到的话。应该可以马上可以体验一下，好荣幸，好不好？那今天呢，这个少林武功不要光说不练，是，对不对？要让各位还有观电机前面观众们看看，真正的大师有没有那种自体通电的能力？哎呦，那很简单，我们用灯泡一试就知道了。灯泡经过接电，能够自体发亮，这个灯泡能发亮，可能是萤火虫才可能的。真的献丑了，来，我们要先把灯光要按下来。灯光来，来来来喽。这如果一次两次，我觉得。哇，太厉害了！所以呢，今天我们马上来看看，如果我们身体各方面有一些问题的时候，它会在这边是利用电疗的关系，那种感觉，治疗，对不对？真气转化为电能，刺激你各个经络血统，是能够让你。
精神焕发，胡蹦乱跳，龙行虎步。哎呦，正所谓爬山涉水如履平地，登喜马拉雅山如坐电梯。相信我们祖国传统医学与西方现代科技。哇塞，讲的真好，太会讲话了。因为老师，难怪杨代刚会找他去弄，身经百战。对，好，很好聊。我们现在用人体实际的用电来治病的，我们谁先来？你呀，来哦，来哥请，来哥先。来，我看你奇经八脉，正气郁结，邪气旺盛。邪气旺盛，好准哦。所以经络郁结，可能会有面瘫之忧。啊，幸亏得到我的发现，否则恐怕三五年之内。中风面瘫呢，下面请允许我为您发功治疗。震惊在讲笑话，开始了。你的脸为什么会动？怎么可能脸在动吗？没看到，没看到，你的脸怎么会动？老师，我们再一次好不好？再一次，再一次。琼瑶小生奶哥的演技果真骗到小优了，整人整不完，丫头片。老师好痛啊，老师！还没有那个谁，李毅的。老师有感觉，好有感觉，老师，老师太有感觉了。有松一点吗？有没有？经过这个，你什么感觉？松是？妙不妙？太妙，太妙，全部他的才干。再一次好不好？再一次。哎呦！哎，好强，好强！好强哦！你有在抖，你不知道？有抖吗？有啊，你有。你们是在演的吗？你抖好快！我知道哎，你抖得很强。治疗？我不知道他在抖，你们看到抖音有啊？真的假的？一定有。没有感觉？有。你抖的吗？我没有感觉，但是你们说我在抖，这样有感觉吗？废话，你打人呐！小刚，换你了。太厉害了吧！一个来，好可怕！你全身一定都是问题。他怎？你是看人的气场？奇经八脉，正气引邪，邪气入络，导致你气血淤结。什么？肩膀是不是最近有些问题？应该是，因为最近睡不好。你这疾病应该是两三年前就有了，但是问题你一直没有医治，就没有医好，是没医啊。他也看得出来，两只容我为你发功治疗。你刚是没有感觉，我没有感觉啊。大叔，为什么我带点刺痛？你刚刚很像松，松感觉。松，我跟你讲，我们速度快一点，我怕大师啊这样太累。对，他可能要松一点。来，小优，我好紧张哦，我怕我很多。我觉得他整个脸长得太酸，可以。太酸，应该很难控制的。这不是我们气功馆的范围。其实作为一个气功师，我有职业、有道德、有涵养、有担当，我必须为了你的未来、你的家庭，还有你的新生活幸福着想。性生活，新生活，所以一定要想性生活。你没有啊？你好高兴哦。你 no。所以我冒昧的问一句，好，您是否有身孕？没有。没有，他一说是，那万一你有身孕的话就不能做。对，因为儿童的身体构造和成人不一样，所以我怕用电能去对他造成一些不良的。你不要去拿个验孕棒，其实要盖住。要说实话哦，我要讲了，有一些腰膝酸软，嗯，有，专心，好。一般女孩子都会得这种病，放空哦，所以请放松，放空，请容我为您治疗。对，有任何感觉？大声的哈，想象着把你体内的浊气全部都从五脏六腑之中赶出来，哈！分上下，从肚脐到脉，继续往下，只要有状况的地方就会任督二脉，
全身一副畅快的感觉，到底有没有出现？我觉得有没有没有，但你讲实话。我可是我是不是我的反应比较慢？啊！真的吗？有吗？会刺，跟我一样，我刚刚也刺刺的啊。很刺啊！很刺啊！很刺，也是针，是针。哪有针啊？你是不是拿针刺我啊，师傅？拿针啊？谁要拿针？神经病！神经病啊你啊！你是干嘛？一样啊！哎，你刚刚好像上针哦，好像电话一个人。你怎么了？没有啊，大师的气嘛，很刺，就是你那个点特别的是不会不会小康那个点是竞争，你是怎么了？你是颈椎红红的吗？你这边红一圈呢？对，因为刚刚很明显有一个。因为我用真电能把他体内的浊气往外，你是不是把整个的电能集中了？对对对，太集中了吧？这是刺哎！我刚刚也是很刺啊，不是跟你讲一定要集中吗？它是有疗效哦，这样才有效。不刺的话，那完全就是病入膏肓。真的有哎，有很有哎，你是演的吧？真的有痒呀！我要，为了哎，咬哎，很刺。每个反应哎，每个反应都不一样。我看你那边。其实很多男人人到中年都有一个问题，不能像年轻的时候一样龙行虎步、生龙活虎的应对各种家庭生活。其实说白了，这就是五脏六腑之源，乃是肾气。肾气郁结，自然会有各种病症。说白了，那就是所谓的肾亏，男人中年都有的。肾不好，腰疼。对。腰椎间盘突出，工作不突出，业绩突出不突出，腰椎间盘突出，这才是人生的一大悲哀。哎呦，我什么都突出，就业绩不突出啊！腰椎间盘，好，走推出的，先抽。好热哦，因为好热哦，器官旧，对你们旧了。哎，我没个反应，我刚刚是没感觉，我这不知道我在抽。那小刚说也有针刺的感觉，刺刺的感觉。那他是真的，我真的被刺了。什么叫你真的被刺了？谁拿针刺你？很刺。你的刺痛特别聚集的，对对。你的刺痛，我刚特别强烈，我的整个下背部痛吗？好热哦，好热，好热哦，哎呀。而且你刚刚这样子哎。你在跳这样吗？有跟我有跳，肚皮舞可以。来，那个你说他手受伤，那是外景，年轻的身体不太一样。大师，因为他是男的，所以说哪有？真的，我没怀孕。没怀孕。手感觉上次有点都有避孕嘛？哈，不用说，当然应该是你的。经络运急，我很少看到这么平的，所以自然气血不顺，很那个。好，跟我发功。你也被刺了？我被刺了。你也刺到？我被刺了。哎呦，红的，红的，你看看，怎么会？好像有针眼一样。哎呦，刺了，跟我一样，对不对？我好像有一个针头，你这个很夸张哎，很明显哎。原来我被刺了。严师傅，你会种牛豆？不是，这是英国人的，我们这个叫电牛豆。对啊。哎，真的，都有红红的。哎，不是，所以它是这一区这样子。对，有。对呀。哇塞，好可怕！厉害是那个。你看，我真的。男生会越每一个人症状不一样，哎，可能女孩子都有那种针刺的感觉。对。然后你们是抖，男人是抖啊，或肉会抽，所以我们说男人是痛心，女人会揪心。哎呀，揪的感觉不一样。所谓的针刺，就是要你们气血畅通。嗯，《神农本草经》说过，上下不通，老命中送；上下一通，全身轻松。哦，讲的真好哎。哦，不过大师今天来，对，就是他感觉到就是还可以再让你们一个加强版。你们先回座，来坐位置。太惊奇了，因为现在是科学的世界，嗯，所以你们坐好，他有一个辅助来，我们上辅助的来。接下来小优将面对发电大师的第二波治疗，现场准备了特制的电疗贴片，贴在其他艺人身上的都不会接电，只有小优的贴片被接上电，看看贾大师与大家如何继续骗下去，整下去。
那我们这针对的是颈部，对不对？对对对，颈部，气血淤积，心力憔悴，颈部颈部自然会颈部酸疼。哇塞！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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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乱感觉的哦。那么有感觉？有没有通电？有有有通电啊！像我们在玩那个来电，是吗？还想再来一遍？不要不要，比刚强烈，对不对？比刚强烈多了。因为这个有电呢、啊。但是好了，男生先，男生先，因为男生跟女生的反应会不一样。这边是。来哦，预备，好。好强！哦，他的电那么强。哦哦，你三条。谢谢谢谢。你的电比康康哥强。好舒服哦。哦，我知道了。现在就是说，如果大师在运功的时候，那个气给你，好强，电越强，好热，他反应也快，对，接收的很快，那是辅助的，你知道吗？很棒哎，谢谢谢谢，哇，谢谢。这是恩同再造。来来来，那没睡，该小优舒服的，来小优小优舒服的，该小优小优。来喽，麻烦师傅了。好嘞，来我擦了。你是风雨十八年，你怎么笑死我了？吓死我了！反应都跟别人不一样了，太夸张了！你就是浮夸，你一辈子。你是什么？电的？真的假的啊？是为什么他反应慢？你那么吵啊！太棒！他是什么？他是什么状况？你给我太多了。不是，那是我吗？不是。我觉得也太挑了吧！我觉得刚刚没别的，我师从夏雨冬活佛，一句我有佛缘，你是我为佛为家弃姻缘，刚刚说了二十年，现在来到你面前，生气不要生气，我生气，我反应，对不起，没有，没事没事，他没有别的意思啊，因为他的强烈太没事没事，我小孩子可能太突然了，对对对，再一次啊，我们再还要吗？再一次还要吗？为了你的健康，为了你的未来，为了你的家庭啊，我有点紧张，不用怕了。不怕，我插下去了，预备。没事没事，放轻松，可以可以可以，慢慢来。大师可以开始。啊，大师，小力一点了。没有没有没有感觉啊。来了。小天心，天天天天不要了，好电脑。可以了可以了。是否感觉身轻如燕？不要了，我真的不要。是不是感觉有点身轻如燕的感觉？我觉得我全身都出汗了，精神焕发，容光焕发。好，好。你是不是有去过不干净的地方？因为现在是那个哎。啊，真的假的？小优还没来得及反应，眼前这位字体发电大师是真是假时，制作单位安排给小优的下一个冲击即将上场，场外演员正在等待加强排练中。我们现在要进去准备逮捕小优，那。因为第一次演检察官，真的有点难捉摸。我现在正在有点抖，你知道吗？有点抖，就是完蛋了，完蛋了！没演过检察官，待会突然那前面里面的奶哥看起来那么可怕，他们，我怎么配合他们呢？对啊，所以小优的话，我是期待可以把他吓哭了，所以我要应该会很凶的去骂他。气势？什么是你的气势？什么可以演一次啊？气，气势。比如说，元素，我现在要逮捕你，就是现在，之类的，不可能，就是我觉得还好。好了，很好了，严肃一点，凶狠，要严肃是？当然是严肃啊，要重刑犯。我告诉你，你就是犯罪。我就看到你现在跟他是有交流的，我怀疑你们两个人是串供。你们两个人是一组的，你们是不是来台湾就是为了要骗大家的钱，透过节目放送怎样你就可以赚很多钱，是不是？好，我进去了。 OK， 好了，我要进去了。好，走。干嘛？哎，我们在录制。哎，这位严先生是两岸犯罪打击资料上面长期到台湾来做犯罪行为，你在台湾并没有医师资格，我们查过你的资料，这是你的拘捕令。
不是，我跟你讲，调查清楚好不好？对不起，你是，我是检察官。我一没有卖灵丹妙药，二没有医疗器械，我只跟他们打通经络，给他们创造一个良好的身体，好不好？小优小姐，你要跟我作证啊！我刚刚进来的时候就有看到你在对他做医疗行为哦。这是什么乡野土郎中？哎呀，我见我律师，我的律师呢？等一下，好，别这么急，好，等一下，等，先冷静，先冷静，快来。然后这位小姐，我刚刚进来的时候看到你跟他有，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同伙，但是我看到你并，但是我看到你跟他有医疗行为上面的接触，我必须要请你回去接受调查，不好意思。啊啊！他是台湾的艺人啦。我知道你们都是艺人，我都知道你们是艺人，是，我都知道。我是要调查还是？对，我必须要调查你跟他是什么关系？那太夸张了啦！他必须现在陪我一起回去接受调查，把这件事情厘清。我没有经纪人啊！你没有经纪人？对啊。你一样我啊！我现在也要必须对你宣读你的权利义务。我没有办法啦！不要闹了，我知道你们不用再说你们是台湾艺人，我知道你们都是艺人，因为毕竟你们节目在播出去之后，这个东西观众看到了。会不会以为是怎样状况？我必须要带你回去接受调查。你们到底是配合他有没有拿他的钱，或是怎样去配合他？没有没有没有。去通过他们表演。夸张，我没有。通过他们对啊。只是邀请他来。对了，我只是来录影而已啊。面对司法的调查，小优害怕的快崩溃了。整人整不完，小优丫头电不停。我用我的天高之气把你浊气全部倒出来！师傅，你干嘛？海哥，注意一下，这是干你了！好大！让我搞我拉弓大师，我们都是演。我不确定你跟他是不是同伙，但我一进来的时候看到你跟他是直接接触的，所以我必须现在带你回去厘清你的问题，到底是嫌疑人还是同伙。好，可以吗？那找人打电话请王大哥好了。现在要电死你！你干嘛？干什么？电死你啊！你干什么？电你啊！干什么？你怎么了？你吃了。好，请小优呢，我们证人成功。太惨了！哎，检察官演的真好，哇塞，你那套背的不错。严浩演的才好吧？哇，严浩太厉害了，来，严浩你好。自己在面钻一个孔，想说等一下跟他讲。真的，李怡真超优秀，李怡职业骗子哦。职业骗子，他们相信你。我还骗子，钻一个孔出来哎。什么感觉，小优？哇，严浩太厉害！你那些扯都平常从哪里来的？您家乡哪里？我江苏无锡。你是为什么会在台湾？对啊，我目前正在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系修读我的博士学程。哇，难怪会选这个。怎么那么好笑？正大历史系啊，他整个表演只有一个破绽，就是我跟康康快笑出来。我律师啊，我律师啊。我觉得奶哥好厉害，我刚才在笑的时候，他突然去拿一个针刺他，这个手法好精准哦。我以前当过针灸师。他去后面马上找一个针。我看到警察傻眼，什么东西路人让警察进来？好夸张的。我跟你讲，他们在电我第二次的时候。笑吹啊！你笑场，笑场超明显的，你第一个就笑场，我们后面怎么演？哪个忍不住啦、啊？我们欢迎大家有帮帮跟我们协助啊！天天帮我们好不好？好不好？好，帮我们走吧。好，谢谢小优。小优被撤后，马上加入整丫头的行列。大家用同样的手法，再次让丫头相信，台上这位大师真的有特异功能，真的能治百病、医宿疾。再加上这几位演技一流的哥哥们的示范，丫头完全进入被电模式。哎，真的好有感觉啊！被电
演艺圈多抓点工作吧。抓那宝可梦干什么？就是我最近因为最近在胀奶，所以胸部。最近在大奶。胀奶。你怎么了？女生胀奶的时候胸部会有点酸痛，是不是可以偷吗？当然也可以偷。那是乳腺。通乳腺。对啊，乳腺。乳腺通乳腺。要知道，人的五脏六腑、奇经八脉，其实都是一条经络组成。既然是身体内的经络，那当然是可以用我们的真气转为电能，帮你把任何不通的地方，让你气血通畅、经络顺畅，上下一通，全身轻松。好，放轻松。好紧张哦！你有怀孕？没有，还没有男朋友哪来的怀孕？对啊，他现在单身呢。一定要说哦！等等等等，专注。我是一个负责任的理疗师、气功师。不是你的小孩，要负什么责任？为了你的身体健康，为了家庭美满，为了你的未来，你必须说。如果有喜的话，你必须说。没有，邓紫棋。如果有喜，我们是不能吃的。废话，你要怎么胀奶？对呀，来月经来的时候都是胀奶的。哦，所以现在那个来吧。他那个哦还没来，那可以吗？是不是有一点腰膝酸软？好像还好。嗯，没关系，没关系，我们来先让大师专注，放松，专心，相信，放松，相信他，不要抗拒，放松，你放松，不要抗拒他，我不会跟你有任何身体接触。就是得气，有没有感觉体内一股浊气排出，全身上下无比的畅快轻松？左边好像真的比较松。你刚刚是怎样？你刚刚怎样？怎么了？真的有针刺的感觉？我帮你看，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觉吗？不是这里，有吗？没有太多，没有啊。你还没有那个谁离异的心。你左边通了，右边不通来，那大师再把右边加了。好，加强右边，右边，我一起通。你要平衡，这睡眠品质一定不够好。可是老师通了这边以后，就通奶了吗？你们因为你现在头奶通不通？右边怎么样？那你可以吃仙桃牌。大家不要吵，来专注，来看前面，来我们放轻松，放轻松，不要想，不要想，放松，你影响，不要紧张，影响。我刚仔细看，有跳，你要哭了吗？真的，皮肤跳，是像那个电疗那样，皮肤表面它就会跳，很妙，而且你在找什么？我在看，我刚刚看这边有一个针孔啊。没有啦，这边一点点，一点而已啊，但是一个是没有感觉很多啊，这是我们用蒸汽打出来的浊气排出口，那你跟李毅感觉很像哎，有松一点吗？有没有？松过这个，你什么感觉？松着，它有松哎，妙不妙？老师，我们刚刚如果有不礼貌的哦，多多包涵。哎呦，好，还有下一个阶段，下一个阶段。现在呢，请回座，回座。现在我们一个一个来。好，李毅先来。但他是叫中西合璧，对不对？对，因为刚才仅仅通过中国传统的气功，还不能将你们体内所有的污浊之气排出，是。所以你们必须将中西医结合，利用现代的科技加强我的功力，好让你们从此脱胎换骨，身轻如燕。来了，脱胎换骨，来这个来了，好厉害哦！来一个一个来，来哦，先上去了，可怕哦！好，你不要叫，我也很紧张，不会的。什么感觉？什么感觉？就是像电疗，可是我的电疗没有那么严重。它如果轻跟弱，可是轻跟重会什么感觉？是表示什么？有什么差别？可是我眼睛为什么会想要跟着？因为你全身的经络都是普遍相连的，在打通你的这一条经络之后，其他经络也必然会受到影响。反应越强，代表你体内的邪气越重；反应越重，代表的邪气溢出的越多。应该往好的方面想，这正代表着你正正走向治愈的方向。你还好，快好了，对，来哦，不错，还不错。小优，准备了啊！我不要太重，我有点紧张。来哦，擦了，好。有，
你很电，很电哎！没有不舒服，不会。而且我现在觉得这边有那种热热的感觉，对，得气的感觉，让你能够神清气爽，好神奇哦。来，丫头，这是我们，不要看前面，放松，放松，放松，不要，你不要有那个心理压力，就看在前面。放松，没事，我有20多年的功力，绝对保证你的安全，请放心。放松啊，来哦，放你放松。我吃吓死你了！怎么？太怕了啦！放松。但是请你不要做效果，好不好？我真的很怕，那么电。太怕了！越是紧张，越不适得其反。我们没有那么电。他刚刚有踩到你吗？没有啊，你怎么了？我踩到了老鼠吗？真的还假的？放松。没有啊，我们大家都一样，有差啊。他完全只是在利用传导让电能交流。我们没有插接电源啊。还有感觉，现在还怎么可能？你太怕了啦！没有差，你都没有差。今天有点太夸张了，太浮夸了吧？是不是打了玻尿酸、羊胎素，还是吃了其他的什么美容品？没有，我吃胶原蛋白。哦，怪不得。老师，再给他加持一下。来，不要。没有哎，我跟你讲，这千载难逢，我花钱都请不到。都没有办法看。开玩笑，你以为我是想看谁就是谁看谁的吗？真的。哎，老师，不要太挑了，好不好？他不是那个意思，没事，他不是那个意思。好，来了，他不是那个意思。你放松，放松。怎么样的嘛？我现在变好紧哦。这么好？哪里？肩膀很紧。现在还有电吗？你怎么会觉得自己很紧呢？放松。你怎么了啦？还有电吗？放松。我都没有插了，怎么还有电？你是不是心理因素？已经没了啦。还痛吗？还有吗？还有。你知道自己表情？哎，你在干什么？你还没事吧你？干嘛哭啊？就没有插电啊！电到哭了，有吗？可以换下一位。这正说明了你体内淤积的瘴疠之气太多了。怎么好还有呢？哪个换你了？为什么换我？我用我的天罡之气把你浊气全部导出去。加入骗人的小妖竟然又被奶哥反整。下一位，这正说明了你体内淤积的瘴疠之气太多了。怎么好还有呢？哪个换你了？为什么换我？我用我的天罡之气把你浊气全部导出去。啊！老妖，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小妖？你怎么了？我就说过嘛，经受过我治疗的，没有。各位，其实我忘了说，师傅注意一下，这是干什么？好漂亮！这是擦擦头吗？擦擦头啊！我们这位大师是台大的政大的留学生啊，我来自政治大学历史系博士班。您家乡哪里？江苏吴县，我来自江苏吴县。真的是江苏人，所以真是江苏人。对，但是他不是气功大师，我们都是演的。你刚刚有没有觉得你很刺？很刺。来，你转过去，我们再让你很刺很刺，快点。我在后面哦，小优刚刚整他的时候，我这样稍微刺一下，啊，他叫的是什么？我在背上哦，好像那个岳母在那边写那个进攻报，好好笑，他都没感觉了，没有，而且说我还有感觉，还是这样，我还跑去跟
小优说，哎、欸，他比你笨呢。对呀、啊，然后他就说，我就左边有感觉，所以我一直叫师傅再到右边来，我又在右边搓哒哒哒哒哒哒。那最好笑，知道吗？真的都松了耶。我是因为待会我真的觉得好像有松哎。哎，那很电吗？所以真的很脏。我再帮你扎一下。很电吗？小优很冤枉，第二次又小康哥弄你的，没有我插错了，你知道？刚才大家都在关心丫头，小优，我跟你讲，你给他换插头，好了，成功，好了，成功，谢谢，谢谢元旺，谢谢。